小时候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过来吗？不知道啊，秦哥。就是让你来学学怎么端茶倒水，端得好，明天去我公司当我小跟班，怎么样？就是这里吧，把这人清出去，我要带这事。爹、就凭你们也想把我清出去？知道这个酒店的老板郑总吗？叫他花钱全部赶走。哎，小亮，他走，这人你认识？这位秦少，他父亲啊是福建最大的开发商老板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我们唐总在这吃饭，谁来都不好使。就是警察那个唐总，快去喊警官。对不起，快点走，快点。哎，我就不走了，小兄弟，去把唐总叫过来给我倒茶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不打扰唐总。啊，怎么叫你做事的？哎，嘿，周帮主，刚才失礼了，多多包涵。你看这顿饭我们给你结账，我们到外面慢慢吃啊，滚吧。